注意，两点钟方向，在上面。那个人就是本次的目标吧？没错。准备迎接制裁吧。谁制裁谁，还未必有定论。这些只能怪是硬茬子，想办法撤退。此路不通啊！你在看哪里？假！你不是山神最能打的吗？怎么一直像个老鼠一样窜来窜去的？真丢人！喂，只是因为你的战斗方式太无聊罢了，只是正面进攻令人乏味。我就是要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打赢你们这些败类，我最瞧不起歪门邪道。是吗？真不巧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歪门邪道。我就说了别乱走，别乱走，你看这不是迷路。抓住他们。有以太物质的味道，小心。这些人只会拖慢我们的速度，治安局的人还在外面，不要节外生枝，快撤退。等一下，谁？别管，不要伤害无辜市民，放开他们。放开他们？行了，你拿自己来交换吗？可以。竟然答应了。怎么样，我说有用吧。烟散了，保持队形，注意警戒。中央队长，发现三名市民没有受伤。那些山尸的人已经不见了，和拜伦长官说的一样，又逃窜消失了。等等，赛斯呢？